那我们来看一下呢，今天在这么短的时间，要让大家都会设计动画，有没有很高的挑战？有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关键字你要会好吗？范本、templates、massa，哎，你会关键字就好了。我问一下，你 PowerPoint，请问有没有用范本？有没有哪位同学上台是直接用白色的？就空白的，然后就直接写内容上去报告的，这样老师下学期还会看到他吗？我想应该很少会用，直接就没有范本就上去了。但是你老师用那些范本也常看到，对不对？一看就知道 PowerPoint 做的。但是没关系哈，可以用这些。那我有写一篇文章，叫做这个。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的应用哦，事实上有分两种，一种就是所谓原创的。也就是说，哎，你今天念设计系的，你再用这个，这样就不好意思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你今天是比如说工作上需要，你是学习上需要，活动上需要，我又不是要来念设计系，可是我需要用到，那怎么办？借用这些范本，是不是可以提升你的使用程度，对不对？马上就好像怎么样，突然变比较厉害一点。好，那这个呢，这两个关键字。会了，其实就会找到很多。那比如说，你看 templates 这样的关键字，这个关键字我建议各位是不要用中文找了，因为你知道用中文找找到的毕竟资源比较有限嘛，吼，网络上还是英文的资料比较多，所以你可以 Google 一下这样子，有没有找到很多范本？请问什么地方有范本？除了各位的 PowerPoint，网页也有范本，动画也有范本，海报也有范本，DM 也有范本。超多 Word 也有范本，有没有？Excel 也有范本啊，超多的。好，比如说像我们最近年底的，请问有没有很多人有把那个行事历有没有？有没有范本？有啊，人家做好的，然后依据他的什么规划，啊，你可以用他的范本，我这就延续下去，一样的概念。那你用这样的关键字，单一个关键字找，会全部都找出来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想要找 PowerPoint，你就来这边。这样有没有？这样就可以专门找 PowerPoint，但是你应该知道，你想不想付钱？不想就加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没有人说关键字一次只能打一个啊，所以你就给它按下去。这样有没有找到比较多？对，当然我们现在不可否认，就是免费的常常跟付费的是在一起的，也就是说，它可能提供部分免费，那一部分呢可能是属于付费的，那你就自己看清楚。好，自己看清楚的话，哎，应该就 OK，所以这样就可以找到很多的这些内容。那了解这个概念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刚刚除了 template，还有哪一个关键字叫做 markup，对不对？markup，那这个呢，一般英文比较翻作原型啊，或雏形那个概念，也就是说，哎，可能有些人已经把你做好一个基本的内容了，你再依据那个内容再往上增加这样的概念，所以你也可以用这个找。那这个部分通常就是比较属于设计类的，比如说像海报啦，好，或者做动画啦，它也会有人用这一种。好，早期我大部分都查这个字，后来也发现这个字现在收集的网站也蛮多的。那你如果往下走，我有介绍几个，好，有介绍几个相关的那个这些资源的网站，你有兴趣再去看一看就好，这样了解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了解这些概念之后。我们就来看看有什么东西真的透过这些服务可以很快就做到的。那如果你上个月有来吧，我们有介绍过 Photo 的这个线上编辑，所以今天不介绍。我们往下，这里有没有 logo 的？哎，如果你想要做一些 logo 的，你就把它点下去。这边进来了，你就告诉他你要设计 logo 的，然后呢，你就看你的公司名称，然后你的那个什么公司的类别，好，比如说，哎，你可能是比较属于这个 communication 的，好，然后呢，你把你的公司名称打下去，哎，我们学校的缩写是什么？还好我没有人，我不会应该的嘛，哈。虽然我住附近 ，NC，好，NCHU 这样吗？
好，那我们就用这个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我打完了，它就帮我设计好多。这样 OK 吗？这样还不够呢，还有更多呢。看一下，有没有一堆给你选？这样还是你觉得你想破头，再来自己慢慢，好不容易想了一个，人家一次给你100个，这样是快很多。了解那概念哈，当然你还可以进去修改啦，好，还可以进去修改，所以这就是其中一个。好，那我们再往下走，这边还有卡通的，有没有？现在有没有很多都有那个大头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要卡通的，好，来这里。等一下，这些都可以用在那个、哦、我们的那个什么，不管是线上还是软体的里面都可以用哦。哎，连不上，好，新分页看一下，有进来了。哎，各位如果连不上的话，你可以按上面这里哈、哦，万一连不上，这里有个新分页有没有？这样它就会把它不开在 OneNote 里面，好，就独立页出来，这样有看到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要哪一个呢？我们就看一下。Close， 它的 Close 躲在比较下面哦，不好看哈、哦。好，下面这个地方哈、哦、，Close。好，那你就来告诉他你要男生要女生。好，我们就找个女生。接着，等他一下。好，这样女生出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要看他，你要什么脸型，要什么肤色啊？安利我。你就知道不会画图有什么难过呢？那这些设计系的以后该怎么办呢？服务越来越怎么样？好像越来越容易了，有没有？对吧？黄皮肤的，然后呢，再来你还想要什么？Mouse，耶，笑一下嘛。这样有没有都可以 DIY 一下，彼此自己决定要挺一点还是看奶，然后呢，ear 连 ear 都可以改。这样有招风耳的感觉，有没有像王子晴？你应该有发现，这样真的简单吧？做完了之后啊，头发发型变一下，这样啊上的感觉，这样有没有发现？对不对？好啊，衣服换那边浅红色面纱，背景我就不要有背景好了。这样就好了，做好了，往下，有没有看到一个叫 download？ 有没有？你就把它下载。重点是什么？这个网站不错，因为它除了 PNG，有没有发现它有 SVG？那我们刚刚讲 SVG 是向量的，所以向量的话，你放大、缩小、不失真，这样对我们来讲比较好用。哎，你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。等一下呢，我们也可以拿到我们里面用。有没有这样下载的？不啰嗦。连要你注册会员都没有，这样可以吗？哦，哎，还是你觉得要注册一下比较安心？不用的哈、哦。所以除了这个呢，其实还有，我们下面还有一个也是卡通的，它就连那个什么，连那个我们刚刚是有大头，对不对？它是连衣服都有，哎，连衣服都有的哈、哦。你看一下这边，你看一样的，找一个 sample 有没有？还有下半身。对不对？啊，你要男生要女生自己选。好，那选完了，face 选完，eye 眼睛，鼻子，嘴巴，有没有都一样？连眉毛也可以选，头发，穿个衣服，还在等，有没有？这样，现在。这样子比较有 feel 吧，对不对？这个节日快到了，不是吗？啊，男生穿这个好不好？你可以自己换吧，哈，你要女生就换女生，好，换男生，哇，怎么看起来一样？啊，你帽子啊那些都可以改，那一样的，你如果确定好了就拍照，拍照有没有发现他给你两种图片？一个是全身的，一个是上半身的，对不对？那你要哪一个就按右键把它存下来就好了。啊，你简单吧？这样有没有感觉到范本的可爱呢？嘿，自己画绝对是一种方法，但是呢，不会自己画的也不要难过，很快就做好。虽然它这个没有办法去背，
可是其实等一下我们用的软体里面有去背的功能，也可以帮它去掉，这样 OK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先让大家稍微体验一下什么叫范本啊。所以你看现在软体的设计趋势就是越来越简单，你只要找到资源，你会了解那个原理之后，事实上彼此都是可以互通的，好，都可以互通的。